近日备受关注的综艺节目《创造营2020》开播，有很多小姐姐都凭借实力成功出圈，郑乃馨就是其中之一。她来自泰国，中文不太好，但一直在努力说中文，又甜又可爱，忍不住为她心动了。在首期节目中，她带来一首 Best Part， 简直是开口跪，实在太好听了。表演结束后，黄子韬一直在夸她，毛不易也给予了超高的评价。没想到郑乃馨一句都没听懂，场面又尴尬又搞笑。其实郑乃馨于1997年6月25日出生于泰国，是泰国女演员歌手。她曾于2019年6月参演都市奇幻爱情剧《超级影后之初次做人》，在剧中饰演借住在18线小明星泰璇身体里的小皮星吕思璇。于2020年参演电视剧《只因我们天生一对》，在剧中饰演音乐社学姐 L。创造营2020第一期播出后，郑乃馨的粉丝量迅速增长，如今已经成为节目中的人气选手了。